完了，这火蓝也变成哑巴了，不说话了，不说话了。原来是猴哑巴，现在变成火蓝了。哎呀，谢谢柚子家的太刀，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平 A， 平 A， 受伤了。耶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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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耶！传火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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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平 A， 不扛了，硬扛我呀！就一直硬扛推线儿啊！我看你不挺能扛的吗？谢谢一发入魂满汉宝藏。人没了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一 Q 中，耶！团火 Q。三百块，一波兵还没吃到，积了呀！抠，哎，漂亮，回家了。谢谢瓜皮蓬蓬的飞机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最后一分钟，我们回家直接一头法穿海。猴哥现在意志带扩散了是吧？这你都知道啊，那你可真是很细节呢。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。耶，爸爸妞，抠一下。谢谢划过的天空，谢谢宝藏的飞机。还有二十秒啊！谢谢宇智波广坤，谢谢一发入魂奥利给。谢谢水波科宾，谢谢清风不动于火，谢谢一发入魂，来吧，谢谢改名求中奖哒哒，什么哒哒？就是哒哒，没了，来了老弟。一抽，耶！别砸死我！哎呀，谢谢北风吹过的天。
最后一个啊，兄弟们，有大气的可以来点大气。那个 Q 没中，你知道吗 ？Q 歪了，居然会 Q 歪了。我决定先出一个，我先不出折磨，我决定先出冰杖。谢谢，现在很想吃内裤。谢谢 Lex 阿姨，谢谢胖头钟，谢谢念商，你好吗？现在有你们嫂子，感谢一下，我老分心，你知道吗？等个大招，这落手怎么打也打不过我们，我们只需要就是弹他就可以了。等个大招，他怎么打也打不过我们，随便拉，只要我能弹到他。老公，刚刚有个水友问皮肤干燥怎么办？那使用欧莱雅男士洁面乳啊，晚上用黑瓶，早上用蓝瓶。说反了，晚上用蓝瓶，早上用黑瓶。晚上用蓝瓶，早上用黑瓶，并且现在啊，119优惠价，左下角，点击立刻购买。谢谢用户要八八的飞机。跟我打。我打你啊！又开了个飞机。必死，确实是必死。你吃我全套技能，你还不必死？谢谢小羊的冒险家，谢谢小羊的四个冒险家。还有7分钟开奖啊！那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。哎呀，扎我！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抽奖啦！我纯是疯的，我发现，就整个就是个疯子，是不是？是不疯了？这么疯狂吗？这么疯狂吗？啊！别咬我！没扣到，哎呀，扣歪了！不好杀呀，好像。哎，漂亮！我决定先出冰弹。他这小子，他不出水银鞋，他永远他也别想打后。谢谢一言又止之交。哎呦！哎呦！你为什么学我呀？你为什么学我呀？谢谢欲言又止的飞机啊！弹！这波好像不应该被他拉到。谁来了？塞拉斯来了。那我回家冰杖了。走了。
回家冰葬吧。包女人好像有点厉害呀，我先来个满水晶。谢谢 DY 让我中一次吧，七八七。谢谢 DY， 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大家有大气，来两个大气。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飞机抽奖了，现在有3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1/3的中奖概率。弹！哎呀，我的人头啊！减速的，谢谢南宁汉的真爱粉，谢谢我是树阳人的荧光棒。完了，树阳人开始送荧光棒了。阿苏，你变了，变成荧光棒了。送荧光棒有没有房间 VIP 特效啊？应该没有。行吧，谁的电影小了？谢谢广宽的电影小子，宇智波广宽。你可以听听你的声音。听听我的声音。啊。听着了吗？谢谢真正的前男友。哇，我的声音好好好玩呀、啊！他送电音小子就可以变声了。但是不能声说的太大，声说的太大就炸麦。嫂子的飞机，这个人又来羞辱我了。不过今天没有那个双人成型的环节了。这个人我昨天就是给他封了，但没办法，封了人家也能送飞机，这么地儿呗，回家了，我们无敌了。来个蓝莲汉的苦楚，要不要来个美甲窃魂卷呢？算了，我还是来这个。我觉得这火蓝得跑得快，我一会儿出个本甲。蓝林汉的苦楚、冰杖、美甲窃魂卷、本甲、猫子，我整个本甲，跑得快一点。半壁的又一个飞机，谢谢半壁的飞机啊！打个蓝 buff， 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，就开奖了。打个小龙啊，兄弟们！快点来人！谢谢小婊子睡醒了。谢谢用户77388。我去上路收过信儿。什么打野火蓝？我是上单火蓝。只不过这 buff 也没人要啊，关键是不要白不要啊。谢谢 DY 让我中一次吧，
谢谢笨逼嫂子的六个飞机。我看看啊，我们是完了，要不我们过个五星得了吧？我看今天我们可以过个五星啊，最后一个了，兄弟们，再来个飞机抽奖，我们最后一个，过个五星福星挑战任务，有大气的可以来点大气，你干啥呢？你跟谁大喊？啊！你打我掉血吗？为什么有个人一直在左边扎我呢？谢谢崔仙女来中奖啦！干哈呢？这包呢？重抠，好好剑，抠中平 A， 平 A 闪现。哎呀，发可油啊，这都没烫死。哎，这轮子妈什么装备啊？塞瑞尔达。天，该死人确实有点多，但主要还是队友都没来，那全残血，落水让我杀了，包底上一塞，塞拉斯上一塞，啊，塞拉斯没剩一个，塞拉斯咋这么幼呢？怎么感觉打不太动呢？这个小屁孩，我们十三级。262，哎，他怎么能杀了两个人了呢？你不挺虎的吗？啊，小伙子，你不挺虎的吗？见着我就疾跑闪现，快点交技能，技能不要钱。这包女儿命挺大呀，刚才没有蓝林汉的苦楚让他跑了，就把追他几个人，对面还剩三个人，最多剩三个，跟我来，来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咱先插个眼儿啊，怎么的，我弹这塞拉斯有这么用吗？这英雄怎么打不动呢？看来我们得来个法穿棒了。谢谢安安静静的宅男子。谢谢宅男子的飞机。小龙吧，这英雄还是没有位移，比较难办。谢谢饺子的飞机，谢谢饺子睡醒了。重伤哈，确实应该来个重伤，早说呀，来个重伤，省得他老来，不让他来回来。快走吧，兄弟，啊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完了，这包女是肖带呀。可不能让这包女拿到人头啊！来来来来来！谢谢 OMG 的卡丁车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他们好像要打大龙。啊，没有，没打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一波！耶耶，我弹这包女指定是想抢一波吧，
还不行，我们三条小龙可以。下路推一波吧，来来来来，下路推一波。落手死了，我抠你走呗，给我截住他！你能打过他吗？打不溜。Q 中快跑，没空啊，这不都中了吗？这还我还追呗，还追还追什么还追啊，我弹致命点燃 Q 还追，你给我中箭，谢谢 GVS 呀。哎，我突突的漂亮，你还不放沙漏，我闪现打不溜，你给我死呀，抠洞打不溜，回家，谢谢斯嘎哲斯，来个莫雷落地点。哎，这个是五十法伤，二十技能急速。谢谢我的高中女友。还是鬼叔叔吧，不太适合我们那个。谢谢二舅的，谢谢南宁汉的七二舅，可以打大龙，一换一。哎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我一 Q 打不溜，我炸死他！漂亮。Yeah! 可以打大龙，其实走吧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我的虚区很高的，我直接开大打，弹弹弹弹弹弹弹，看见他虚区没？其实我差那么一点点钱呢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最后一个飞机抽奖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个飞机这个参与们抽�奖了，我看看我们还差11个大气和10个飞机，谢谢饺子睡醒了，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五星挑战任务了。别送大气了，送点 MVP 或者666办卡啥的吧，把这个任务给他过一手。打个蓝 buff。送点666。谢谢 W 的星空卡。怎么的呢？一弹弹弹弹弹。弹 Q 歪了，他跑的确实有点属实有点快啊。谢谢崔仙女，小棒子，谢谢笨逼嫂子，小龙，你们小龙，我来推高地。
菜嘴啊，菜嘴我都给你抠了。害嘴啊，害嘴，害嘴，让你追抠死你，看看你们的抠疼还是我的抠疼。害嘴，OK， 我们五星过了。中推吧，现在我们保命比较重要，先别太往前靠。哎呦，我可以让包女扎了，没关系。谢谢大连理工，弹弹弹弹弹弹弹，直接把锤石给我弹死！哎呦我，轮着妈被我弹死了，打到谁了这是？我这上单火蓝打落手不行吗？我这狙击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个火蓝打上路唯一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是没有位移。